接警号已出发，收到。特警二号已出发，收到。特警三号已出发，收到。特警三号已出发。二号狙击手已就位。我们跪下，我们跪下。突击一组已就位。压着保存镜头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。突击二组已就位。别慌乱，现场情况越来越危急。请派我们的工作，别慌乱。三号狙击手已就位。 安静！一号已就位，编内画面回传。安静！两名劫匪两把手枪，一把霰弹枪，两名劫匪手持猎人，人质约事件被击中在中央柜台附近，距离前方大门3米。控制人群，注意缓冲距离。别乱动，瞳孔老实点。画面清晰。蹲好了。 心梗。 情况复杂，有一号根据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。各单位注意，接连警示接到突击人员的动作。收到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行动。 一起炸死！把枪放下！
把枪放下，放枪！是手雷拉掉保险，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。他现在不是没炸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握紧他，我会带你出去。然后呢？换个地方让我炸死我。你不会死，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。刚才挺勇敢的，做什么的？外科医生，我刚毕业。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。我控制不了，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。看来学习还不错，可是您再分泌的话，咱俩可就没了。那我不分泌了。叫什么呀？米卡。还有姓米的呀？那我怕姓米，我怎么办啊？米医生，听好了，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，跟我走出去。我不可能，我走不动。万一走路上的时候他炸了怎么办？我一紧张，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。我还没结婚呢，我也没有恋爱呢，我不能现在就死了。什么？我不可能。米医生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米医生，这事儿没这么复杂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。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，但你要是不走，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。听明白了吗？相信我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慢点，慢慢走。爸爸，防爆队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数三声，你放，我按，从拇指开始。一。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，食指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中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两根无名指。
一、二、三， 还有一根，坚持住，一、二、三。 那你怎么办？不是警察。